现在出来了啊，准备去给西西开家长会，因为这一学校就在楼底下，特别近，走几步路就到了。已经到学校门口了，这么多人好像都是等着开家长会的吧，先在这儿等会儿吧。已经进来了。谢谢你。
现在家长会已经开完了啊，已经接上西西，马上就到楼下了。西西上幼儿园3个月以来呢，感觉他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啊，懂事了许多。从刚开始上幼儿园，每次送学校都会哭，到现在呢，每次到幼儿园会给妈妈说再见，然后拥抱，这就是一种进步。而且呢，在学校还学了好多字啊，笔画就特别多，但是他都认识。这也是一种进步啊，心里边挺高兴挺欣慰的。当然这跟老师的辛勤付出也是离不开的。老师在大屏幕上放的爱的告白，西西给妈妈说了一句话，特别暖心。西西说，妈妈每天看弟弟辛苦了，妈妈我爱你，感觉心里边特别高兴啊。这么点的小西西就知道妈妈辛苦了，知道每天看弟弟辛苦了，所以特别欣慰，感觉西西一下子长大了不少。反正心里边又高兴又激动。西西愿不愿上幼儿园？不要。愿不愿上幼儿园？愿意。愿意。老师教的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走，我们回家了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关注，再见。